好的你手背当枕头我还不习惯，但是今天的主角是这本书，所以 just stop。 哎，我歌词怎么快快的？清唱孤单北半球，林依晨产后二度亮相，最近她升格当作家，推新书分享内心世界，还透露书名以及作者简介都出自于老公林育超的手。除了作者简介之外，书名也是他想的。哦、oh, ，OK。后来我是直接参与，英翻中，就是他给了英文书名，然后我来翻成中文，我觉得比较有达意的那个感觉。新书被林依晨视为是另外一个宝宝，去年五月三级警戒期间写的，书中分享十个不同主题，包含爱情观、生活以及出道二十年来的心情，不只是文字，还有老公拍的生活照。那里面的照片有的是自己手机随意拍下的，有的是另一半拍的，甚至有的是我妈妈在我们去海边散心的时候帮我拍的。新书预购第一天就销售破万本，而去年十月升格当妈的她也透露都在忙着照顾孩子，不过她说身边有许多的帮手。其实我的帮手蛮多的，然后有的时候突然都可以洗个一个多小时的澡，我觉得不错。她每天都躺在她的床上往后看，然后笑得咯吱咯吱的，很可爱。然后她会应会的词汇是哎呀，就是我们不顺他的意的时候，他就哎呀。目前林依晨的老公已经返台隔离中，过年期间一家人也会有更多相处的时间，到时候就要看看老公在照顾宝宝上是不是个神队友。 TVBS 新闻萧明正申请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